很多人问我詹姆斯的投篮动作到底算不算标准，值不值得学习，今天就让我们简单聊一下。我们先看他的整体出手节奏，算不上太快，但是他的优势是出手点非常高，不管是在低位被打还是在三分线外，甚至是中场投篮，他都能保证同样的出手手型，可见他的上肢力量是多么的恐怖。但是我并不推荐大家学习他的投篮，原因很简单，这种高出手点对于力量要求太高，一般的业余球员这么投的话一定会造成投篮动作变形。最后一点就是他的投篮手肘有明显的外展，按照如今的投篮教科书来看，确实算不上非常标准。